起来了，起来了，对。起码算成功了80%的。那段路很黑，然后突然有一台喝醉酒的脚踏车，看到时只在2到3公尺的地方了，男友很惊险的躲掉了，结果脚踏车突然晃了过来，好像勾到了摩托车，我人就掉出去了。我很乐观的以为我从加护病房出来就可以出院了，直到护理师来帮我换药，我才发现脚已经不见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的脚是当场就已经断掉了。